先建立新专栏，专栏的名字呢？我们是要甲方在放在第一场 CCC MCU 里面，可以把底下 OK， 然后呢，专栏的名字就叫做 MCU 里面。顶层模组加进去，蛮近的，先做一次新词上的习题，这边是编译出来的 QSF 档案，就是没有指定脚位的版本。接着我们用这个 Auto Assign 工具，指定点。来了，你看今天下午这里有个问题，它的模组火星失败，所以呢，修改一下。另外一个。
因为两岸的播新器不好，所以我们把它修改到没有内容，我们只有界面。这样就对应上。产生 QS。这个。QSF call dot kernel 这个角色，接着重新编译。
看到结果，所以我也认输了。